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说学逗唱的哥哥来啦，请别忘记订阅我，并按下小铃铛，不要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。两位老师，谁的脾气更好？哎，这，谁更勤快？谁更疼媳妇儿？谁的异性缘更好？谁更有威严？谁的腿更长？太没溜了，咱俩。合作20周年，心情如何？会有一些感慨吗？酷，老开心了，开心20多年了。那当然是开心嘛，20周年不容易。不管是作为这个怎么个方式，怎么个关系，合作20周年都是应该值得庆贺的。那是。两位有没有什么庆祝的方式？没有，我们就互相做了个核酸。哎呀，好好说相声就是我们最好的表达方式。两位老师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对彼此的印象吗？好像啊，还是在一个吃饭的什么场合遇见的，您可能都忘了啊。那会儿于老师演小品就已经很有知名度了，我还是一个很不知名的一个闲散艺人。啊，在一块吃饭，那一屋子一大帮说相声的、唱大鼓的、干嘛的都有。于老师很闪亮，那、哎、可嫩了。那会儿看着啊，那会儿20来年前。于老师对郭老师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？我就觉得，因为之前也没听说过，也没见过，然后突然见到这么一个相声演员，我有这么好是吧？哎，我怎么会以前都不知道？结果是刚从天津过来，但是我后来又觉得。即便是天津的我也应该知道啊，当时就有这么个印象。我主要是受他们压制年头太多，您不知道吗？形象或是性格上有留下哪些印象吗？形象是很英俊的，我当年啊，可好看了，我那会儿。两位老师当年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开始合作说相声的？那会儿是于老师那个团请我来帮忙，然后就开始想就偶尔搭一下，但是没想到这一合作起来呀，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很适合我的捧哏演员，这个难得是合适啊。就打那儿开始一直到今天跑起来就20年了啊。突然认识了郭老师啊，见到了，哦，原来相声还是能这么说的，那么就找到了一条路，最起码这个路能够让我说相声让我快啊，那么又能挣钱能养家糊口。至于大红大紫到后边的这种状态，我们也没有多想。两位老师合作这么多年，有因为什么事情起过争执吗？没有，连抬杠拌嘴都没有，这个很难得啊。这个就是俩人太合槽了，我说的呢那他都懂啊。我台上不用说话啊，就凭感觉天哥就知道我准备要什么东西。就这个东西太难得，今生今世也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捧哏合作演员了。谢谢。嗯，脾气秉性方方面面哪儿都合适啊，很难得。有想过两位要一直合作到什么时候吗？就合作到干不了这号算拉倒呗。啊，就是我100岁了，他104岁了，我们就先歇几天。嗯，还憋着干啥？两位老师知道你们的 CP 名叫什么吗？叫啥？叫于静郭。哦，哎，这个挺好。嗯，谁泡饼？听到不羡鸳鸯不羡仙，只羡老郭有余千石，心情如何？这听得我怪甜腻腻的。两位老师的夫人会吃对方的醋吗？哎呀，不会的。怎么看待相声饭圈化？有哪些正确的应援方式吗？没有，我们这行哪有这么高科技的啊？我们不善于应援。又应又圆。我们是服务行业，谁来了都是我们的观众，都是捧我们的，我们就好好说相声就是。如果郭老师要去录真人秀节目，于老师会给他什么建议吗？嗯，别忘了要钱。对，我们才不会去的呢。谁上那个当啊？郭老师经常暗示郭麒麟送您蟒袍，目前他送了吗？我那是逗他呢，因为这个你想送你也没地儿买去，那个东西得去私人定制，全中国能做这个东西也没有几家啊，啊，也几乎都在我的控制之下。他们给我做了10年了，这件服装到现在还在陆续做着呢。一件衣服要说慢的话，真是得1年左右才能出来。我就是逗他啊，他想买也没地儿买去。但是大前天，岳云鹏、郭京飞、雷佳音他们几个好像凑钱给我买了将近100件。哎呦啊，就收的二手的那个民国的老的那个旧衣裳，给我拉家来了，把我乐坏了啊。发财了，还是得收徒弟，你说呢？于老师的徒弟郭麒麟会对您大方一些吗？给我都没买，能给他买？这大林太忙了啊，这个不是我们之间
这个关系。昨天回家来了，是吗？昨天晚上到家，他到家就得11点多钟，聊到三点。聊到三点，哄他弟弟玩了会儿才睡觉。现在见都很难见到面，我们倒经常通电话呀，通微信啊。但是其实确实是活儿也多，在外边这个各种各样的综艺栏目啊、电视剧啊、说相声啊，真是很忙。郭麒麟曾说过，他赚的钱德云社都要抽成，这个抽成比例高吗？没要他的钱，从小到大也不要他的钱，啊，能养活自己就得，他不找我要钱就便宜了。我们最好就是谁别搭理谁，财务分清是豪杰。德云社中的团宠是谁？团宠啊，伦平吧。我们这都够宠的，都够宠的，烧饼这不都够宠的吗？这些孩子们哪有不宠的？对，宠的都没样没样的了。不瞒你说，我们这是一个这个这么一个民间的这么一个组织，是吧？演出就有劳务费，不演出就要在家待着。但是疫情期间，所有的演出都停掉了。郭老师，我们德云社照样给这孩子们按月发工资。实际上，这个都是。就无中生有的这么一个钱，就想起来孩子怎么过日子呀，说什么好痛苦啊，花好多钱。是的，就想起来就惦记着这些，那跟自个儿孩子一样。是，所以哪有不宠的，都宠的。然后到谁干到一定年头了，台上有点眉目了，哎，想着怎么推他，怎么捧他，怎么来那个照顾他，这些都得是想的，哪有不宠的，都是孩子。翻过了一座山，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还有弯，辽东白云蓝天蓝，嘿，望眼平川大雾迈向前，向前，感谢这人间爱。